吃饭，干啥呢？不要不要，拿走那个啊！大杂烩，什么大杂烩？就是蚬子。我吃完肉，让他去喝。不来事儿，这家庭地位一天杠杠的。哎，发，哎发，我不吃这个。啥呀？真香，真香死！嗯，你想辣死我呀？想辣死我？不过这个挺好吃的哈，我夹肉吃不完。来个豆芽子吧，嗯，你看这么犟着我呢，你不想让我多吃两口肉啊？先给你吃，不要，不要，你能吃。上口这个牛皮啊，小的根本吃不够，我就买了桶二斤的。